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潜乌龟。今次我们来到菲律宾进行一年九日的潜水之旅。今次的旅程我们分别会有四条关于潜水的片，和一条讲行程、交通、住宿等等，大家记得不要错过了。我们会由香港飞去马尼拉，再转机去到博科，其中会去巴厘拉坎和巴厘萨卡寻找杰克与风暴，之后就去马拉帕斯瓜寻找传说中的长尾鲨，然后再去埋 Goto Island。 今集将会同大家一起潜 Alona 附近的潜点，和去巴厘拉坎一个比较少人知的潜水圣地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潜水啦。第一潜 check dive， 我们去 Alona House Reef。 这个潜点由倾斜的墙壁而构成，由水深5米开始，一直斜落到去25米深，是一个很安全又靓又多珊瑚的潜点，很适合 check dive。 我们第一潜就已经见到两只海龟了。第二潜都是在 Alona 海滩附近，这个潜点通常比较平静，和没什么水流，能见到去到25米左右，和 check dive 一样，都有很多不同的软硬珊瑚、海鲜、石斑鱼和幼梭鱼。第三潜海下飞机，水深8至10米左右，影完相之后，我们就去附近探索下。第二日，我们就去到巴厘拉坎 Island， 一个偏远小小的外岛进行潜水，由 Alona 出发，大概40分钟的船程。这个岛的名字是来自于当地，意思是鱼叉，是岛民用来捕获鲸鱼和海豚的大钩。
但由于省政府已经禁止捕猎濒危物种，当地人就将旅游业作为主要的生计，优先考虑保护和照顾海洋生物。第一二潜就在巴里拉康岛的两边，左边是悬崖峭壁，出现野生鲸鲨的几率比较大，除此之外都会有机会看到龙头鹰哥。不过好可惜，我哋两潜都睇唔到，但系就睇到一只超巨大嘅海龟，仲要喺我头顶游走，好震撼啊！第三潜我哋就翻咗去薄荷一个叫 Arco Point 嘅潜点，呢度有一个好靓嘅窿，出到窿就大概16米水深左右，然后我哋就继续围住峭壁去潜，沿途亦都见到好多嘅娃娃鱼。将会同大家去菲律宾薄荷 Island 最出名的巴里卡沙大段层潜水，大家千祈不要错过啦！最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知同埋俾个 like 我们，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潜水旅行资讯，就快啲订阅我们的 channel 同埋揿埋个钟仔啦！多谢支持我们，我们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！